兄掀开经本，二十页，二十面，第五行，头前啊，八公教啊，古代的对有本经。有一寡偏差的这个看法，这个看法呢，对后来的修学的人，会有一定的不良的影响。玄奘大师。在这地一条一条的把我们列举出来，指出错误的所在，让我们真正可以明了佛度众生的苦心。头前一段是对道理来讲的，说明因确确实实是疏忽了啊，错解了经义。今仔日第三段呢，是重古求品，用这个经义来观察，也真明显的看出这个见解的错误。让咱从这个文念一段，第三，重古求品。反对菩萨，诸书文上品上圣人，是四地至七地以来菩萨者，这是古地安尼讲的。下面呢，这都是玄奘大师甲咱解释何故。观经文，三种众生当地往生，迄唔是讲即个四地到七地啊，伊是讲三种众生啊，多三种众生呢，下面啊就讲甲真正明白咯，这是本经佛说的，一家。但令乞丐修足啊，这是一种众生；另外一种不令乞丐修足啊，这个乞丐做未到。但令托上大行，第三不令乞丐读经，这连读经的能力都拢无。为能念佛化经定，也就是一天到晚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这不免四地菩萨，不免啊四地以上啊，这是咱一般人都会当做到的啊。处置三年，各以基业专精累积，一日一夜。乃至七日七夜，常常不断，各回所作之业，求愿往生。名有宗师阿弥陀佛，及有化佛菩萨，大众奉公受受，如但之庆，即成彼国。这拢是啊，观无量寿佛经顶面的经文，讲得遮清楚，遮明白。一处文经
咱用经文来做证明，这是佛起西奥，大乘极善上品凡夫，力所虽小，作业是命，何得判断上圣也？也就是说明，这个上品上圣啊，是凡夫，不是圣人啊。古代的讲啊，是四地到七地啊，也咱就无分咯。啊，玄奘大师啊，根据经文啊，甲咱举出来，咱也欢喜。为什么呢？咱大家人拢有分啦、啊。啊，唔免讲是下品啦、啊，上品咱嘛是有分啦、啊。跟那念嘛，即句阿弥陀佛也是会当生上上品，注意知影。所以阿育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内面甲咱讲，品位高下完全在其名，功夫的浅深。功夫浅深，怎样讲呢？咱念到功夫成片呢，这是功夫浅呢；念到一心不乱呢，这是功夫深咯；念到一心不乱呢，这是功夫最深啊！那就是上品上圣者。佮见呢，他相也好啊，其名也好啊，完全在功夫啊。啊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所以玄奘大师讲的话啊，不是随便讲的，不是感情用事啊，要推翻古代的讲法，人是引经据典，但古话啊，拢是有根据啊，根据啊，佛所说的啊。所以伊即几句好啊，来看这个法门净土三经，这个九品往生是佛起世后，佛起世就是佛涅槃涅槃以后，这个涅槃涅槃大家听到听无啊？讲佛啊起世了后啊，较听有，咱真容易啊，就会明白咯。大乘啊，观乘的人，这个大乘是心量广大，那为家己，也要为着一切众生，这都是大乘大乘心。所以这是属于大乘上品的凡夫，不是圣人啦、啊。也咱该想看卖，咱是不是大乘上品凡夫呢？只要问看卖，咱是唔是时时刻刻为众生着想呢？咱啊，这条佛法的好处，如何将这个好的法门尽心尽力的介绍给别人，推荐给别人？有这个心，无这个力量，也是大乘凡夫啊！啊，力量呢？力量是要靠福报啊！无福报是未用的啊！但是伊有心，有心，我尽心尽力的去做，虽然做个真少，做个真有限，伊的功德是圆满的。为什么圆满？已经尽心尽力了啊！尽心尽力就是圆满功德了。可见佛法内底啊，修圆满功德，大家人拢做会到。不一定讲我做偌济偌济好事，这个功德才会圆满，不一定。随着个人福报差别，只要尽心尽力啊，拢总是圆满功德。下面呢，我倒来讲呢，
啊，倒转来讲，咱过来看下面的经文啦、啊，看这段就会用你咯。莲树地七地以来菩萨，这是讲大菩萨因啦、啊，顶地菩萨啦、啊，论其功用不可思议。其者一日七日之先，华大寿寿迎接往生也。诸皆反对上上敬，这是我倒转来对这个说明上上品啊。四地到七地菩萨，甘地啊，就照着一天到七天念佛的功夫呢，甘啊，就照着这个阿弥陀佛啦、啊，来接引伊往生，才会当成就呢，无这个必要啊。啊，由此显示出。确确实实是为凡夫啊！啊，是为凡夫，凡夫有分。下面是讲这个上中品，上中品，各地讲啊，是初地以上啊，到这个四地菩萨，这个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。佛地本经里面讲咯，不必修持大乘，不必啦、啊，就是无一定啊。你会当啊修持大乘，当然好咯。修是什么？修是接受啊，持也是咱来家做教。这个大乘呢，比如咱现在咧读这个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就是大乘。咱逐天读诵，会明白经典内面的意思，将经典的教训啊应用在生活的当中，这叫做受持啊。我起心动念。言语造作拢无违背佛的《无量寿经》顶面讲的教训，我拢家己做到，这叫做受持大乘。那上中品的人呢，会受持啊，未受持呢，不要紧啊，不必受持大乘啊，要安怎呢？下面啊，讲了。深信因果不谤大乘，这个文字二十一面都算第二行。深信因果不谤大乘，依此善根回愿往生，就会用呢。这个呀、啊，比头前啊，更加容易咯，更加简单啦、这个哪里都坐地到四地菩萨呢？这明明是咱凡夫拢会当做会到啊！也为啊，虽然是安尼先讲，惊的是大家啊，搁会伫即内底发生误会。深信因果，啊，咱对有因果总是有几分的信心嘛。那是讲深信啦，恐惊就不一定咯。为什么呢？深信啦，一定会100%做到啊。呀，咱无做到啊，就是啊，信无深。然后我估一个浅显的例来讲，为什么讲咱心无深？是咱将事实真相未揭露，怎样未呢？起心动念，第一个念头想到家己啊切身的利益，这个也都唔是深信咯。
那是讲深信的人，啊，佛甲咱讲的啊，咱这个心是假啊，唔是真的啊。心都拢唔是真的，我生活之物，都一项是真的呢？原来你问讲，身心世界内底什么物件是真呢？我甲人讲，因果是真呢。原来得到这身体是孤薄啊，这个身体用些健康，这是属于进步。也咱身外享受啊，一生的遭遇也叫做医报啊。以阴一道莫非坚定啊，这是事实。啥人拢无办法超越啦，真正深信因果的人，伊就超越咯。怎样超越呢？怎样这个心唔是我，起心动念，佮无这个自私自利咯。业力啊，都无咯。业力对对来，你业力对我来啊。所以呢，阿罗汉证得了无生，阿罗汉破了零五执，未过在以为这个心是我咯，未过在以为念头啊是自心吗？所以。业力啊，就未当转移啊，超业力咯，也就是超越六道轮回咯。啊，只要有我，啊，你就无办法超越轮回啦。道理就在这地，所以大乘啊，极善上品凡夫。因的思想见解，甲一般的人无同款。虽然伊唔是圣人，唔免讲伊唔是菩萨，连修行殊途丸伊也比袂着。殊途丸断了88片见血，所以伫断烦恼方面比袂着。殊途丸，但是伫境界方面呢，伊甲菩萨是完全共款，啊，甲大乘菩萨拢共款。大乘菩萨对事实真相了解，深信因果，伊啊了解事实真相，也深信因果，但是烦恼一片都无断。啊！但是念头一个转呢，起心动念为众生啊，为佛法。你若问讲为什么，伊知影讲一切众生甲家己是一，唔是你。所以虽然故意无关啊，是凡夫啊，但是伊的境界。也思想行为啊，类似这个大乘菩萨，伊呀、啊、有这个见解，起心动念啊，为一切众生；起心动念啊，为弘扬佛法啊，起心动念弘扬佛法，就甲诸佛菩萨相通啊。这叫做大乘极善啊，所以福慧的
成长啊，一种的公贷快速，当不可思议啊！随着伊的境界、心量、作为，伫遐扩充，伫遐咧扩大啊，潜心因果。比如我甲人讲，一切众生的财富啊，就是今仔日咱讲的物质享受，这是果报。对对来呢，财布施得来啊。啊，你修财布施，这一生当中发大财咯，前生修的财布施多啊，今生得的财富多啊，前生发布施多，这一生聪明智慧，前生无为布施多，这一生得健康长寿啊，这是因果啊。三种布施是因啊，财富、智慧、健康长寿是果报啊。你爱深信呀，你会拼命去做啊。为什么呢？我想对这个果报，原来果报是安尼得来。这个深信啊，你就认真去做啊。不谤大行，佛教化众生，因为众生根性无同款，因此佛所讲的方法就无同款咯。随机说法，无一定的法可说，只要令众生离苦得乐、破迷开悟，拢是正法。也咱应当爱赞叹，无应该有门户之见啊！我修净土，伊修禅，我就诽谤禅，赞叹我净土，自赞非他。啊，学禅的人禅第一，其他法门拢未用的啊！这叫做互相诽谤啊！啊，迄就大错特错咯！啊，这互相诽谤呢，对佛法的弘传啊，是真大的伤害。啊，无接触过佛法的人，听到这个人诽谤净土，迄、那个人诽谤禅，啊，好啦，我拢无爱了，我拢无爱有，我拢无爱咯。所以呢，会断绝真正侪众生伫这个一生有佛的机缘呐，啊，众人的法缘断掉，这爱负责任呀。所以呢，袂用你诽谤大乘啊，对大乘佛法，咱拢爱赞叹，啊，拢赞扬。一处仙君回愿往生啊！阿弥呢？到家去临命终的时阵，佛也会来接引啊！咱阁掀起来看二十二面，第一行对中啊看去，一处文经，这段也是观无量寿佛经顶面的经文啊，咱用这段来证明，也是佛气势傲啊，大乘凡夫行业消弱，地数终时应好有意，这是比上品上升，上品上升啊，是大乘啊极善的凡夫。一个呢，小花甲处一点啊，以心识因果，不谤大乘。
一眉头前啊，处一顶咯。所以生到西方叫做世界上品众生啊。也过看上品下生呀、啊，这个上品下生啊，古地讲了众生以上至初地以来的菩萨者，众生啊，就是咱平常讲的三贤位的菩萨，这个啊，顶地啊是圣人。三贤十圣啊，啊，这拢是了不起的菩萨啦、啊！啊，这个古代的看法啦、啊，可是佛的观经里唔是安尼讲呀，观经里讲呢，也是因果。讲实在话啊，头前迄个上品众生深信啊，咱呐、啊，咱看到深信的人无多啊。也信呢，咱看得真多，伊也相信，相信深度无够。换句话讲，伊也知影通修福啊，唔是专心投注地伫修福，唔是啊。附带啊，做一点啊，这叫做也信因果。但是呢，不妨大行。但化无相道心，为出一句以为正业。这为出一句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以后发无相心，这无相心就是啊，决定在这一生当中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知影人间啊真苦啊，无愿意。来生啊，过去六道轮回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这就是啊，那这都是上品下生啊，修行的这个模样啊。啊，咱读到这个文呢，真正。对于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信心确实啊，是增长咯。知影咱上上品、上中品难啊，上品下生啊，对于咱来讲无算讲困难啊，真有希望啊，这是真话。啊，所以这是这个玄奘大师对咱的恩德就太大了啊！啊，对这段文经来证明，这个第十二面呐、啊，最后一行啊，二十二面最后一行对当中看起呀、啊，为是福气随后。一切法大乘心众生，行业不穷，地书其实因号有意啊。这个因号啊，就是往生的时阵，佛来接引你啊。那个场面无同款呐，啊，场面无同款呐。什么场面无同款呢？这个下面讲啊，真清楚咯。第二十三面第四行啊，第四行第二句，常常其实就是常常品往生的人，佛是阿弥陀佛啦，如无所化佛，一时受受。所以你家己啊往生啊，就知影讲家己的品位啊。啊！人讲你往生的时阵，看到讲哦，满虚空拢总是佛来咯，啊，上品上生的，啊，拢总是诸佛来迎接你啊！啊，那是讲看到阿弥陀佛加千佛
哎呀，接引你，这个数量就少了，是青春佛来接引你，这是啊，上品众生啊。啊，那讲阿弥陀佛来的时阵，对着阿弥陀佛到顶来是五百尊佛，啊，这是上品下生啊。啊，所以去往生的时阵，来欢迎你的场面那是无同款。场面啊，愈大愈殊胜啊，你的品位就愈悬咯。所以啊，咧，咱啊，希望这个五百佛啊来欢迎，这是啊，真的啊，咱同修，大家人拢有份啊，大家人拢有份。啊，那希望讲有千佛来迎接咧，迄度啊，搁较努力，哈哈哈。啊，这个讲上辈往生啊，啊，上辈往生。此对中辈三人者，这个、经文第二十三面倒算第四行，倒算第四行第三里看起，此对中辈三人者，诸事问中相，这就是中辈上品啊。啊，都、就是中辈上品，是修行三果者。何故观经文，了有众生修持五戒也八戒，修行诸戒，不作五业，无种故患。这是佛的本经讲的啊。换一句讲，对。佛的观经顶面讲的这个意思，这个上三品是大乘凡夫啊，这个中三品啊是小乘凡夫啊。啊，那用现代话来讲呢，大乘凡夫心量是开放的，小乘凡夫。心量是保守的啊，对啊，戒律滚滚扭扭底下的计较，要安怎去修持啊？完全啊，着相啊，大乘凡夫比较比较开放，袂啊滚滚计较在思想啊，这有显著的差别。一下辈三品呢？下品上生，下品中生，下品下生，是做真重罪业的人。这种人呢，临终都先知识，看到伊马上会当回头念佛求往生。这才真正说明西方极乐世界三杯九品，拢总是为凡夫说的。啊，这是讲乞丐，也就是讲咱常讲的乞丐念佛啦。戒律真清净，真精严，未做过失。啊，这款的人往生是中辟上生。所以大师在这里明白跟我们说，第二十四面第一行，一处文经也是佛起世后是修行界凡夫，是修行界这个凡夫念佛回向求生净土呀，一生乞丐非常清净。让咱来问咯，为什么戒律精严，往生的品位啊，比袂着头前的人呢？诸位爱知影，戒律精严啊，完全是自利啊。
无利他的功德，你的心量也是碎啊！念念求助你啊，无将这个心量放开啊，利益一切众生啊！功德利益无同款啊，在这个所在啊，所以大慈菩萨讲了好。良师净土文来对困难修净土，我印了大张，印了十万张，伫迄个柜台顶面。啊，这个良师啊，居士啊，困难念佛，伊内面啊，引用大慈菩萨的偈啊。那讲咱下当啊，困两个人念佛，就比家己精进。你下当藏着十几个人念佛往生，啊，你就是真菩萨咯。啊，你下当藏一万个人啊，迄个你就是阿弥陀佛化身来啊。啊，你明白这意思，你就会知影讲这个功德。比古人修持戒律精严，唔知会大偌济啊！啊，你利益偌济人啊，你帮助偌济人啊，幸福啊！所以，宣传啊，一切大乘佛法功德啊，拢无量。一切大乘佛中，唯独净土这个法门最切合现代人的根基。什么叫做最切合现代人的根基？现代人修学这个法门的时阵，真正是万修万人去啊，一个都未落空啊。这就是讲的真实的利益。其他大乘法门修学，无一定啊，会成就，这是真话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门拢必须爱断惑，才会正真。这个惑是烦恼啊。那讲起断烦恼，迄都唔是一件容易的代志咯。烦恼未当断清气。啊！你就决定未当出轮回，所以一切大乘法门拢是爱断烦恼了后啊，才会当超越啦。无能力断烦恼，修学一切大乘法门，只是阿赖耶里面啊，加种一寡大乘精进念念，这一生未不易啊。未当开花结果啊，唯独这个法门，这个、一生当中啊，就开花结果咯，圆满成就啊。由此知影，你宣传这个法门，推荐这个法门，这个功德啊，一切其他大乘法未当比啊。啊，所以专修专弘无边的利益，这个利益就亲像佛的大经顶面所讲的，读了诸佛明了清楚以外的九界众生拢啊。未当完全明白这个功德有偌大，啊，咱今仔日家己来做，做了家己唔知影，但是有一个现象会看出来，你愈做愈欢喜啊，啊，这一定有利益的啊，而是无利益，你哪会愈做愈欢喜呢？啊，真正做的人愈做愈欢喜，愈做愈快乐，愈做啊，身体愈健康。这是啊，花布啊，南拳的古布啊，
啊，愈做愈顺利。啊，家庭幸福，事业顺利。啊，这是现前的感应啊。亲像这种感应呢，咱这几年来在海内外看的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做的人就愈来愈多了。为什么有这么多好处在的啊？啊，做的人也就愈来愈多。呀，中品中生的呢？大师在这地古出本经所讲的，修持一日一夜戒，回愿往生。修持一日一夜戒是什么呢？八关斋戒。本经大师对有八关斋戒修持讲得真清楚，等到讲的时阵，我特别甲诸位介绍一日啊一夜，这是时间短啊。但是这个一日一夜，心非常的明烈，所以啊，咱伫个国外有看到一寡同修。因啊，平常时的工作真无闲，无时间来修行，连读经念佛，甚至讲早暗十点都无时间啊，无应该这款的程度啊。伊边啊修法呢，伊每一个月修一天，或者修两天，利用假期。就亲像咱打佛七同款，念佛念一日一米啊，或者念两日两米，一个月修一拜，这是属于这种的啊。啊，甲观经内面讲的中品中生的相应啊，这是受观经的。啊，别不得已啊！前多大师讲了，这是佛去世了后修仙凡夫。这个经文第二十四篇第四行啊，第四行最后一个字看起，佛去世后修仙凡夫，名言利亚。弘悟修言，修己修戒，为愿往生，以佛愿力即得生也。即佛的愿力，就是无量寿经里讲的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内底第十八愿啊，甲第十八愿相应啊，所以伊必定得生。这个下面讲了，要论修行其业无妨。如果讲是修行人会修向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也讲得通啊。但此观经复为凡说，不敢信也。这个话啊，讲得非常的肯定啊。讲这个观经，观经甲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是同一类的经啊，或是为凡夫说的啊。甲大小行圣人啊不相干啊，甲因不相干啊。或是这个九品三辈是度一切凡夫啊。下面中品下生的人，多一类是属于中品下生的呢？经文第二十四篇倒算第二行，了有众生孝养父母，应世人主，
明月中时，牛仙地些为山比河国土落书，四十八元顶，主人文艺即兴比国。这类呢，哦，是属于中品下生的啊。原来这个人一生啊，无拄到佛法，根本都唔知通修行，但是是世间的善人啊，世间的好人啊，善人啊。临命终的时阵，拄到善友咯，讲伊啊念往生。伊一个听就相信，就接受了，安尼往生呀！啊，中品下生啊！啊，由此咱下当啊明白，中品下生是以上是善人啊，无做罪业的，无做罪业的，讲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呀，下三品呢，就是啊做罪业的人。咱个看古德是按怎的讲法？啊，这段文字25面第四行啊，第四行啊，咱看最尾后一句，此对下辈三年者，下辈三年啊，就是下三品。下品上生，下品中生，下品下生，这叫做下三品。做好文处定之人，乃是大成四下凡夫，虽过轻重分为三品呐、啊，没有道位难辨该讲者。这是古来大德的看法，这个看法错了。伊这个看法啊，是大乘四下凡夫，迄就是头前对上上品到这个中下品啦、啊，迄就对啦，就无错啦。啊，绝对啊，唔是讲大乘四下凡夫。啊，善导大师的这地啊，也是啊，因本经来作证。啊，伊印的经文都是啊，都是啊，只压倒算第三行啊，倒算第三行，咱对第三行你看起，如下上文说，下品上升，经文是安尼先讲的，但不作我业谤法。诸诸恶世界故作无有惭愧，这就是啊，做这个罪业有较轻一挂。为什么呢？我业罪伊无做，谤法的罪啊无做，这我业谤法啊是最重的罪，这个罪是对地狱的啊。换一句话讲，伊这个对地狱的罪啊无做啊。但是这个啊，五鬼贴身的罪业要做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讲，下三品的人，那是讲未当往生，决定对三恶道。啊，这类啊是未对地狱，但是对五鬼对贴身，啊是这款的人啊，乃至一念明月中时。无限地些为刷大行高龄清佛一生，你是阿弥陀佛这天化佛菩萨来应出林这地王星。啊，所以这是做恶业的众生啊。啊，咱阁继续看落去。但如此恶人，却无解释。若无善言，即得往生；
六部五仙定立三毒，未可摧呀。这几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！咱来冷静啊，观察现代社会，实实在在，这是总说现代社会现象。原来起心动念拢伫咧做恶业啊，真正也无办法，也无做啊，即、这个恶业罪啊，啊，都即当罪无做啊，其他的罪啊，真正拢有啊，拢时常伫咧犯啊。啊，虽然犯咯。咱今仔日拄到这个法门就有救咯。虽然跋伫个水底啊，拄到船咯，手里抓着这个船咯，这个命会当不会掉咯。下中者，咱向下边看，这就是啊，这个下品众生呀，初临先修佛界。这个先修佛界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咱呐修戒咯。修戒以后要安怎呢？修戒无持戒，破戒咯。这边毁破啊，又偷香诸经物，现见经物不净说法。什么叫做不净说法呢？说法贪图名闻利用，这叫做不净说法。意思啊，就是讲心无清净，名利无放下，说法那是利益众生呀。那是讲我的即个来讲法，先甲大家讲价钱。我甲你讲讲一部经啊，爱收偌侪钱，这就是不净说法了。啊，甲即个不净说法意义共款的啊，原来。家族，比如玄德大师做这个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书，虽然不是口说的，这个文章也是伊写呀。假使伊写这个书，后面要有版权所有，那就是不净说法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贪图利益啊！啊，哪讲伊无爱办馆咯？欢迎欢迎，功德无量啊！伊就是啊，清净说法咯。啊，所以这点，咱啊特别爱注意着。现代科技发达咯。除了猪以外呢，较早只有这个猪啊。现在有录音带，有录音带，有电脑这个猪片，家属伊也爱有版权啊，爱有著作权，那就拢总属于不净说法。啊，这个罪过非常的重啊！啊，不净说法，这拢是大家罪孽啊！啊，不是好代志啊！啊，你所得到利益，这是眼前呐、啊，你会当得到什么款的利益呢？实在讲，迄、那个利益啊，太少太少了。你会当从眼前这个小利下掉，普遍去布施，你甲这么多的众生啊，结了善缘，这个利益唔知有偌大。啊！你无办法去估计啊！
啊，头前啊，咱有讲过啊，就是讲做生意，我应经，我做录音带，随时啊，我的顾客我拢送伊啊。你甲这些公台的顾客拢有结发缘啊，伊甲你有缘啊，你的商品伊就真正爱买。就是讲你的这个黑色不如别人，但是看到你欢喜啊，为什么？甲你有缘啊，啊，人的物件比你较好，你该无缘啊，都是这款简单的道理啊。所以菩萨相邻啦，甲普通相邻无同款啦。菩萨应化的各行各业，伊知影要安怎伫即个伫伊的即个事业内底弘法利生，啊，如何伫伊的事业内底普度有缘，即无同款啦。即个利益大。这不是小利益啊！一般的商人，一心嘛，只为家己一点啊小小的利益，伫咧斤斤计较，那是非常有限呐、啊。过去成长的福报，福报享完了就无了。所以呢，啊，最富贵的人，保未掉两三代，甚至于讲家己晚年拢保未掉。你看原因在哪里，他这个一生将福报享尽无了，这一生无搁再正福，这个布施是正福啊，修福啊，正福积福啊，你这福报永远是享未尽啊。哎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乃至无有一念惭愧之心，名誉终时，地下名气一时固执。现在之前，当见彼时，就是讲伊地下上现前咯。做这罪业的时阵，必定对地下。大师的这地这理啊，真简单。但是每一个内面，包括境界，非常非常的深广啊。啊，在临终地狱上现前时阵，拄到善利息咯，为刷彼佛国土功德，观令往生。也咱知影。是雷王星的人，也是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，所以古代的啊，拢公认四十八愿第十八愿第一，道理的这地啊，业当的罪业，业苦的众生，拄着拢会当得度。啊，咱过来看下品，迄、那个罪业就是极重呀，无比这个搁较重啊。第二十六品倒算第二行，啊，咱看第二句，哈哈者，注定众生作不善业，恶业十恶，故诸不善。就是恶业自转咯，恶业内面啊，杀父亲、杀母亲，杀阿罗汉、破佛心现、破佛合精，这是恶业罪啊。十恶呢，就是杀盗淫妄、妄语、恶口、两舌、贪嗔痴慢，拢种拢有，杂行苦作，这是啊，决定啊。对阿鼻地狱啊，此人以恶业果定对地狱，
多加无穷。咱俗语讲啊，对落地阿弥陀个永不翻身，这是指这类的人。伊伫临终的时阵，如先地谢告请阿弥陀佛，劝令往生，祝您依高清佛，成念即生。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，真实啊，不可思议啊！邪恶的罪业啊，拢会当多，而且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即咱伫咧讲大经的时阵，甲注意报告过。西方世界虽然有四土三杯九品，这确实是有的啊。但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伊的四土三杯九品是平等的啊，这是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伊在经典内面呐、啊，无这款的讲法。啊！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内面也无这个现象啊，唯独西方世界特别啦，伊迄个是平等的世界啊。啊，虽然你的品味真低，哈哈品，但是你的意境受用啊，甲上上品拢是同款，受到当顶的待遇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真正是微乎无佛，方能究竟。啊，求法界的反省，如果不是得佛微神加持，也不可能的理解。啊，咱将这段文念落去，初念六不无先呐、啊。伊那无拄到善知识，必定下沉，沉沦到啊无间地狱啊，一定下沉。有将无善，有伊伫临命终的时阵拄到善知识，起步来迎啊！啊，临终的时阵好来迎接伊啊！下面这是大说总结啦，要看出观经定先，第三辈上下文义，总是福气西凹啊，我做凡夫，但你无言有义啊，地灵九品差别，这个话讲个真正有道理啊。啊，咱今仔日拄到的这个缘好啊，所以咱呐、啊、就有机会啊，上三品往生。有缘不懂啊，啊，有人无这个缘分，无这机会，临命终的时阵才去拄到啊，迄拢是真幸运呐、啊。有偌济人啊，临命终拄袂到啊，无人甲伊讲啊。无人甲提醒啊，也伊这个一生就空过了。大师这讲法啦，这是真正符合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本意啊。这经文呢，我相信同修大家拢真正熟。为什么？您看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注解。伊几乎啊，将观经善导大师这个注解重要的全部影印伫即内底，甲咱啊证明这个法门啊，这个经典确确实实是啊佛对咱说的啊，九品啊对上上品，咱拢有分，真正肯去做的啊，肯努力一点啊。真正拢有分，咱下面这几行，咱该念落去啊。
好食上品三年，是牛大凡夫，就是大乘啊，发大乘心的一个凡夫。中品三年，是牛小凡夫，小乘根性的凡夫啊。那用现代话来讲，上品的啊，是啊，一个心量思想开放的啊，这类凡夫。啊，中三品的啊，是思想比较较保守、谨慎啊，专求自利的这种凡夫。下三品呢是恶凡夫，啊，无恶不作的凡夫，是这个笼中啊是啊凡夫，以恶业果，临终诈仙，就仙呐、啊。叫阿弥陀佛，名号不可思议的功德，清佛愿力乃得往生，到彼花开弘誓发心。所以下三品的人，下三品的人，拢是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才发菩提心。你了佛才发菩提心，不是这个所在发心去往生的，这个所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甲注意讲是啊，中品下生以上的，不是下三品啊，下三品的是无发菩提心，临终的时阵听到这句好好，就接受就相信，安尼先去啊。到个西方极乐世界，伊这个心就发起来了啊！这是啊，佛的加持啊，和伊的诸心开显啊，菩提心出现了。佛的言是西下大乘人呀，不应该按你讲的呀，要做出见，这就是古代的这种见解。诸心我他危害诸心，这两句评语评得真好。古代的啊，这种见解，咱家己失了真大的利益，也耽误着别人，这个害处真大。今以一一出门现证，出是古出经文。明显的给咱证明，若是今时善恶凡夫动占九品，生信无疑，成佛愿力，识得生涯。实在讲，这是玄奘大师出现的世间，玄奘大师为咱写这个注解，真正意思就伫即地。下面这大段，第四大段，第四大段是给咱举出证据。啊，咱将这个文给念一段。第四出文显证者，就是举出文啊，是经文，明显的来证明。文曰：向来反对之意。文何得地世尊定为凡夫，不为圣人者，理心得以人情尊义为动，亦有圣教来证。啊，这是假设一个问答，问较好啊，是你老大人家己的意思推想的啊，也是啊，真正有经典来做证据呢。如果啊，讲是你想当年你。那就不用了哦，人不能生信啦，一定啊爱有佛的经上啊明显的这个讲解，那你啊这个讲法，咱会当承认，咱会当啊相信。大师在下面讲啦，这些话啊，不是我的意思，确确实实。有经典做证明啊，
都一部经典呢，就是《观无量寿经》，就是一本经，就是日本经内底举出十条，甲咱证明，佛确确实实讲这个法门是为凡夫，唔是为大修行啊。菩萨甲阿罗汉啊，唔是为因啊。这十条咧，作为家己啊去看，就会用力咯。啊，咱啊现在掀开第三十面，咱看大师做的这个结论啊，三十面第四行最后一句看起。上来虽有十句不同，已句了十条啊，证明是佛的意思，是佛说的。第啊头一天，我甲诸位讲过，这个经典，这个法门，那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讲的。所以啊，我甲大家讲佛说。迄、那个佛是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唔是啊，跟阿指释迦牟尼佛，因为无即尊佛无说即个法门，佛的愿望是希望一切众生赶紧成佛啦，一切众生快速成佛的方法只有即个方法，伊哪会未讲呢？所以啊，玄奘大师讲，如来所以行出世，伊个如来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唔是只某一尊佛出现伫这世间，这个啊六道内面。为什么？为说弥陀本愿海啊，佛出现伫世间，都是啊一件代志，甲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更难发愿往生，都为着这件代志，无为着别项的代志。这是咱一定爱明了的呀，一定爱知影的。这古出十句，咱看这个文，证明如来说出十六观法，但为常无众生，常是常常。不是什么呢？不是堕落的三恶道。佛甲咱讲这个法门，为着常常的堕落的三恶道啊，都、就是自作罪业的这众生，不敢大小乘呀。大乘是菩萨，小乘是声闻阿罗汉，甲因啊不相干呐、啊。确确实实是为常无众生，咱就是属于常无众生啊。所以啊，咱家己冷静个想看卖，大罪业是无做啊，啊，这个五业十恶个无做啊，小罪业啊是逐工拢不断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袂对这个。地狱啊，这个五鬼啊、贴身啊，是绝对是拢有分的啊。啊，咱中国人常讲啊，人死拢去做鬼，有道理啊。虽然鬼啊，是六道啊之一啦、啊，为什么人死无去做人呢？人死啦、啊、无升天，人死一定爱做鬼呢？99%的人啊，拢去做鬼啊，所以人死啦、啊、去做鬼啊。这真有道理啊！这是讲得通的啊！这啊，都是自作罪业，真多，而且真跨真深。三恶道啊，是绝对袂当避免的啊！好，这个法门真是多难的啊！啊，咱拄到这个法门，我定啊得多。下面第五大段，会通别时宜者，
伫这段内面，因头前一段，玄奘大师甲咱证明的拢是本经啊，拢是《观无量寿经》。假使咱搁再问讲，《观无量寿经》以外咧，或者其他经上是毋是有这讲法咧？这段玄奘大师是引用净宗以外其他的经论，或者是安尼讲的啊，咱就深信不疑啊。所以伫这段内面，伊啊古往生论，伊古这个华严经，伊啊古这个法华经，所以伊古的这个经论真多。也咱啊，咱平常最熟的阿弥陀经，伊老大人也有古咯。咱啊。甲伊啊所古的重要的经文，咱念一段，大家掀开第三十二页。第五行，咱啊看伊古的这个阿弥陀经，这是咱上解释的。佛告阿弥陀经文，佛告舍利弗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，即应即持名号，一日乃至七日，一心愿生，名曰种子阿弥陀佛，为诸圣众迎接往生。注下，这是《阿弥陀经》后面有一段经文：十方各如恒河沙等诸佛。国出宫中摄像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生实言，入定众生，皆应信施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这是阿弥陀经的经题，经题伊只讲一半，顶面一半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啊，所以你甲看这个经题，就是真正不得了咯。阿弥陀经，伊的宗旨，更难相信，更难发愿，更难起名救生净土。这个经呢，叫做称赞不可思议功德。这个经啊，不可思议的功德，如何不可思议的功德？发心念这句阿弥陀佛的人，不可思议功德。什么人称赞呢？一切诸佛称赞的啊，不是普通人称赞的啊。普通一个人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咱也无一定肯相信呐。一尊两尊佛称赞，哎呀，这个不可思议功德，咱也未当完全肯定啊。十方世界所有一切诸佛，一个都无漏。大家人拢是依靠东声安尼来称赞，经不可思议。名号不可思议功德，修持这个经、持持名号的人，拢总是不可思议功德啊！一切诸佛所护念，无一尊佛无护念，一切诸佛啦拢护念，何法量天？哪会讲未保护道理呢？咱一天到晚求佛菩萨保庇，怎样求法呢？你想求佛菩萨未必护念你，护法神未必保护你。你会当安尼做，那就决定得诸佛护念，量天用护。大家啊，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
你才会知影讲我为什么将所有一切大圣经拢总下掉。这几年来，我专弘五经一论。所有一切大圣经，连花言花花我拢个等于上。啊，你若问我为什么，就是我拄则讲的，就是现在深信因果啊。较早为什么还佫讲遐大经大论？迄个时阵啊，信无深嘛。现在深信咯，我当然是出最好呀。所以基础的全部拢无爱滴咯，有人弘扬，有人去讲，互因去讲啊。咱像咱咧做生意买卖，较早毋捌下啊，这个啊好个啊歹啊掺做一个，拢总拢卖。现在啊捌下咯，今仔要上盖好，做一定会无爱咯，拢总无爱咯。这个法门，这个经典。特别是三经，净土三经，一切法门内底，真真实实啊，是不可思议功德啊！这不是我讲的啊，诸佛讲的啊。拄的人真多啊，虽然真多，甲我较早同款，虽拄的唔捌去啊。堵到了也未起作用啊！都一天去堵到啊，你真正不下了，那就有路用了。真不下时阵，死心大地专攻啊，专修专弘。咱弘扬劝人，我就介绍这个经，介绍这个法门。其他法门我无咧介绍，为什么？那是啊，二定、三定、四定啊，一生未必能得到利益。这是第一定的法门，一生当中决定得利益，无论什么人，你是善人是恶人啊，拢总得利益。就是做极当罪业的人，也是得最殊胜的利益。这个啊，这实在不可思议。后面咱过来看大师一段苦切的劝勉，这段文第33面第四行，对后面这段来看起，第四行对后面这段看起，永远一切有往生地设定，玄道大师在咱中国佛教史上有非常高的地位，是咱净土宗第二代祖师。书书顶面记载，伊老大人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。你看伊这个语气啊，永远啊，恭敬到家极处咯。对上恭敬，对咱呐。真正是祖庙对爱主啊，用心之苦切啦，能对这所在会当体会了一挂，贫困啊，高家极处咯，用的是永远啊，一切由往生地设定。一切像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善住思量，
你爱好好去想一个，先做思量，临上金石，错心服务，甘愿啦、啊！我去拄着伤害，什么伤害？我相信佛的话啊！这是假设啦、啊，佛讲错。我嘛相信，我也袂怀疑，将错就错，就错到底，要有这种的信心。不可执菩萨论，以为自然，唔通相信菩萨的话啊！顶加菩萨。什么款的菩萨？伊讲要有法门比这个念佛往生也更加好，也更加殊胜。我唔相信呐、啊。伊讲伊个，我唔相信呐、啊。我也是专心呐、啊，释迦牟尼佛的话，阿弥陀佛的话，尤其净土三经啊，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那就是讲，我相信一切诸佛所讲的话，我唔相信菩萨，菩萨都唔相信，什么罗汉，什么其他的什么天地色，那当然我就更加未相信咯。阿弥啊，这当往生啊，这当得救啊，了依处执着，即是诸色无他呀。如果你要执着菩萨所讲的，执着一切大德因所讲的啊，因讲的啊，这个念佛法门啊，不是究竟法门，不是最好的法门，你相信咯，啊，你家己失去咯，你家己误咯，不但误咯，你啊误别人啊，这几句话啊，要紧啊，太要紧，太要紧了。咱啊，只相信佛的话啊，佛以外啊，一切这个菩萨以下所讲的啊，甲这个法门啊无相应，咱啊拢总无相信，咱的一生就决定得生，这几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